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你冒充我身份带我枉死，心里一定很不甘吧。身上没有明显的致命外伤，脏腑也没有破裂，头骨也没有明显外伤，难道坠楼之前已经死了？坠楼只是为了制造自杀的假象，并非致死原因。若死者头部经络损伤，可致使眼疾瘫痪，眼睑闭合不全。难道说头部还有隐秘损伤？伤在哪儿了呢？放出风声说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人，我是想帮忙查案。查案？我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死是个意外，看来你不信我。我没有。我只是想，如果真的是个意外，那大人为什么之前还怀疑是我害的呢？定是因为你知道什么内情。我想过了，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啊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。那你查到什么了？暂时还没有。当真？当真，我刚来你就来了。不信你搜。以后别再来这里，出去。是。